是我害死了你。没事啊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散了，散了，散了。郑警官，哎，这是你家小孩啊？这是我外甥女。啊，吓着了吧？快谢谢警察叔叔。谢谢警察叔叔。没事啊，坏人抓走了，不害怕啊？回去哄一哄，应该吓够呛。我这带他上钢琴课呢，就买包烟的功夫，咋回事啊？没事，抓一犯人。哎，郑警官，你这手好像伤得不浅，得上医院啊。我这没事，小伤，一会儿回去自己弄弄就好了。你这不行，你这没事儿，得先止血。你这干啥呀？这烟丝儿啊，它能暂时止血。你把手给我。可能会有一点刺痛，那你这还是得赶紧去消毒啊，别回头感染了。手法够江湖的呀。哎，就是一土方子。行，谢谢你啊。别客气，该谢谢您。粤东人卖的红龙，这小子见过的，但是吸毒吸多了，脑子不好使了，只知道个不高，其他的都不知道。就说明那个粤东人确实是在零售毒品，肯定不止这一处。回去让国柱查一查，看看上边有没有粤东人指纹。行。既然选择了做刑警，遇上大案要案，得
连轴转那是常事儿，用得着这么愁眉苦脸的吗？这点觉悟都没有？老舅，我们愁的哪是这个呀？这哥平时蹲点抓人，蹲一宿我们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现在换成郭依然这写满知识的小黑板，最多5分钟，我这眼睛就睁不开了。可不咋的，就连我们这儿最有文化的博主都表示知识点严重超纲。我有这脑子，我学啥散打呀？我直接考清华行不行啊？多学点知识有啥不好啊？有功夫在这阴阳怪气还不如多学点。这警校毕业才几年，就你那俩小翅膀还没长毛呢。我们这儿刚开完会，现在的目标是那个赌肥。啥玩意儿？赌肥？你赌啥玩意儿？你说说，咱加班是不是得加在点儿上？我宁可把毒贩可能去的地方我全给他搂一遍，就算抓不着岳东仔，我扫几个小喽啰也好呀。我天天在这儿坐着，我如坐针毡。我如芒刺背，我咋？如鲠在喉。老舅，你见过活的笑面虎吗？你也说两句啊，你就在那儿笑。你说他是不是贼吓人？瑶瑶说的是不是顾老师啊？不然呢？那笑起来像商场里的塑料模特。哎，就是这样笑的，是不是贼瘆人啊？有的是看他笑起来好像春风化雨，实际上啊，他一点也不近人情，连北哥都经常被他教训，算个啥呀？一天天嘚嘚瑟瑟的，有的时候我起来我就给他一下子，哎呀，你怎么给？啊？不是，你说就这个肌肉得练多少次才能达到这种精准的程度？就到了鼻翼两侧。瑶瑶吃点瓜果，我跟你说，吴老师好。谢谢啊。啊，上课了，脑瓜疼啊，脑瓜疼，脑瓜疼，脑瓜疼啊，脑瓜疼。经常头疼，可能是患有心血管疾病，建议早点去体检啊。这毒贩都懂得与时俱进，新型的毒品层出不穷，当警察如果只懂武力不会知识，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牵着鼻子走？嗯，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。你看没看见，真是不能背后啊得罪这文化人，骂人都有知识点。吸食冰毒以后的人呢，会产生如下反应：多动，身体感觉极度轻快，有压倒性愉悦感，心率增高，出汗增加，脱水，触觉增强，体温升高，排尿困难，磨牙，瞳孔扩散，焦虑，强迫性重复某一行为等等等等。郭老师，你知道这么多，该不会亲自试过吧？我见的人比较多，每个人对毒品的反应都不一样，所以必须把所有的可能都罗列出来。北哥，要不咱们明天再继续吧？你放我回去查指纹咋样啊？你那查怎么样了？我感觉我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。比对上了？还没。那叫啥发现？一天我整些小聪明在这儿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流血牺牲都不怕，能被这点知识打倒了吗？好好上课，课越早上完，哎，顾老师他就越早回家，大伙儿就越早解脱。明不明白啊？明白。老板，战队，哎，门口有人找你。哦，来了，好好上课啊。哎，哥，哥，我们继续。
郑警官。你好啊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你不是受伤了吗？这个药酒特别好用，每天敷伤口上，过两天能好。啊，那个我们这儿有纪律啊，不能收东西，心意我领了。这个药是我姐自己配的，不值钱，就是一份心意。您要是不收，我们一家人肯定过意不去。行行，我拿着。哎，谢谢啊。还有什么事儿？我姐知道您舅毛毛受了伤，特不好意思，她想让我请您，能不能上家里吃个便饭？她想当面感谢你。这个药酒我就收了，饭就不吃了。郑警官，我姐这人吧，你要是不答应，她明儿自己就来了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今天要是没空的话，看您什么时候有空，我们都行。哎，你们咋停了？别停，接着上课呀！那个，别等我了啊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得处理一下，走访一下被害人家属，人家挺诚心诚意的，我去看看。江小海身上还是有疑点，我得去探一探。你坐下吧，我自个儿去就行了。你们留这儿好好上课啊，谁也不准给我早退，听见没？行了，郭老师，继续吧，我走了。我看你这头发没啥问题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？我有啥问题啊？我是说过理发不收你钱，但也没有你来的这么勤吧？这哪有我下手的空间呢？我这一推子下去，你不就变虚竹了？你别拿电推子，你拿剪子搅搅就行。我每次仰头都觉得后脖梗子拉得慌，就这儿。行。就这儿。真是服了你。我记得一三五晚上，这顾老师不是要上课吗？咋的？你又带头朝课了？跟我没关系啊，北哥带的头。你要的四大天王和任贤齐的正版磁带，我妈都给你买好了，下周就能寄到。真的？那必须的。替我谢谢阿姨，我下周拿了工资就把钱给你啊。说啥呢？跟你家吃多少顿饭了？咱俩聊钱太伤感情了啊。就你那点破工资。我啥叫这点破工资？我这叫统筹管理，我每个月攒不老少呢。统筹管理，就这四个字，顾老师教你的吧？别跟我提他啊，提他我就来气。行，不提他了。瞧你这点出息，这叔叔阿姨他们搁深圳挺好的。嗯，都挺好的，他们老想你了，是吧？哎，小心我耳朵。烧了。张叔叔，你能教我打架吗？以后我再遇到坏人，我就能打跑他们了。哎呦，可不能乱打架啊！碰见坏人找警察，自己上什么呀？还有，叫哥哥就行，叔叔太见外啊。好，等我长大了，我就来找大哥哥学。没问题。郑警官，真是多亏你了。要是毛毛真有点啥事儿，我都没脸见我姐了。所以你不光救了他，你还救了我。要不这样，我跟着毛毛一块儿都喊你大哥吧。你跟着他叫啊？那行啊，你要不嫌差辈我无所谓。行，那就叫大哥了啊。行，菜都齐了，咱们吃饭吧。好嘞，好嘞，来来，大哥，吃饭，走。快请，快请。谢谢大哥。哎呦，太客气，太客气，太客气，应该的。哎呀，哎呦，郑警官啊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，你说要不是你，那一刀啊就得落在毛毛身上，他要是有个什么好歹，我这以后的日子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。我不是没事儿吗？妈妈，你别吓唬自己。哎呦，你看多懂事的孩子，真没事儿啊！你看这大血肠，多吃点就给补回来了。
哦，对了，我那锅上啊还炖了甲鱼，我给全汤小海照应一下，先吃菜啊。啊，真没少做呀。先吃饭。动筷子吧，大哥。尝。有点光。喂，发啥呆呢？这再磨叽，这蜡烛都要烧光了。怪不得大家都唱《烛光里的妈妈》。烛光里的你也挺好看的。我是你烛光里的祖宗。快点，要是我哥一分钟就搞定了。好好好。哎，好了。找点药。哎，别，硬汉用什么药呀？这都没感觉这。那个，咱要不把灯关了，吃个浪漫的烛光晚餐呗？我给你买锅包肉去。人烛光晚餐都是西餐，哪有人吃锅包肉的呀？再说了，那浪漫的晚餐啊，得跟白马王子一块吃。我跟你。咱俩吃啥呢？哎，咱们出去吃吧，我馋大腰子了。哎，不是，你仔细瞅瞅，烛光里的我不像王子吗？就方方面面的，这。嗯，你尝尝这血肠，来。郑警官吧。哎，姐夫回来了。哎，啊，姐夫是吧？对。啊，你好。哎呀。郑警官，你坐。郑警官，今天这事儿真是多亏了您了。哎呀，太感谢了。应该的，别客气，我这不来蹭饭了吗？哎呦，这是说哪话呀？您要是不嫌弃，以后欢迎您随时过来。没问题。哎，坐，坐着聊。毛毛，你之前那个旱冰鞋啊摔断了，我又给你买双新的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谢谢。啊，郑警官，我这个人呢，嘴笨，不太会说话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一定收下。哥，这可不行啊，我们有纪律，不能违反纪律。这您收着呢，真不行。姐夫，大哥他是警察，他救人也不是冲这个，你就别难为他了。你看，那是我考虑不周了啊。那什么，郑警官，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，你就说哦，英子他是开药店的，需要保健品什么的，你就说话啊。没问题。别客气，是，随时来啊！好，哎，行，您忙，吃吧，大哥。等会儿你姐夫啥的，没事。燕子啊，你之前用的那只啊，快用完了。柜台服务员说啊，这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。你这颜色也太红了，小姑娘用的。没事，你脸白，你俩感情真好哎。那可不，他们一家三口出去旅行从来不带我。说我什么坏话呢？没有。甲鱼汤来了啊！硬菜到了，来，郑警官，来，我先给你尝尝。我来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汤啊，必须得吃这个唇边儿啊。这个呢，又鲜又嫩，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。尝尝啊，多喝几碗。尝尝。来，我来吧，姐。没事。哎呦，真不错，好喝吧？哎，不错。多喝点啊。哎，来，给。大哥，你先吃啊，我回个电话。哎，好。能过啊。姐啊，像你们这开药店，是不是多少都得懂点急救知识？都得懂点儿。有时候我们那个邻居啊，头疼脑热、受伤啊什么的，都会找我帮个忙。哦，之前小海给我整那个烟丝儿，敷在伤口上止血，还挺好使的。那啥原理啊？哎呦，这小子可算是记住点有用的了。你们都不知道他小时候他有多淘，天天啊这个磕磕碰碰的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就用我爸的烟丝儿给他止血，土方子了，救急用的。哦。
那下班了咋还不回去呢？整啥呢？我想着重新编辑一下明天要讲的教案，让内容更加生动一点，大家能听进去。整那玩意我都看不懂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求个钥匙。你今天那个走访，有什么发现吗？一开始我怀疑江海的小子会那么些这个江湖上的手法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结果去一问，哎，那人家从小他姐教的，想多了。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，是一个好警察该做的。哼，你这一天还一套一套的啊。哎，嗯，顾老师，我问问你啊，你说你这性格吧，挺有意思。说你性格好吧，你平时这说个话能噎死个人；说你性格不好吧，你看大伙当面损你，你还能笑闷闷的。哼，小光他们都说你天天给人上这课上那课，都是故意折磨他们。结果你这大半夜下了班，还跟这儿准备教案，你说有没有意思？我来浩然呢，就是协助你们，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。哎，郭老师，你说，你是不是一点老爷们的脾气都没有啊？日久见人心，早晚有一天，专案组会接受我的。哎呦我天，你这觉悟太高了，三脚踹不出个屁来。耗子给的信儿啊，那个新面孔今天要去道里娱乐城那片散货，具体整啥样没说清楚。咱们观察的时候啊，都机灵点，如果发现可疑人员，都给我引到人少的地方再抓，别打草惊蛇。哦，嗯。哎哥，咱今天不是去抓人吗？这顾老师又不会擒拿，他跟着干啥呀？咱们是一个集体，以后的行动，顾老师都跟着。起吗？师傅给你让。不挤不挤，说说点，说说。环境挺好啊。心不跳的比你强，这人太多了，咱就后面呗。快点啊！
算成非人了。我这高级货，好东西，红龙，有兵吗？兵，哥们，你要那个太高级，但真没有。但我这也行。行吧，那我全要了。都要啊，都要。哥们，这啥意思？黑吃黑呀啊！怎么二打一还掏东西呢啊？不买就不买呗。不是，这小玩的干啥的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躲了，我不想伤你。这头一回听说抓人靠闻的，顾老师是属警犬的吗？啊，这玩意儿咋闻的呢？每个毒品都有它独特的味道，你们昨天要是不逃课的话，就能学到这个知识点了。我都说了，你这提前上冰毒课没意义。今天不是靠麻果味抓的人吗？这明显你安排的问题。你瞅瞅，你说些啥玩意儿搁那？今天没有顾老师，能那么痛快抓人呐？说些啥话呀你？不好意思，顾老师。哎，那个顾老师，以后啊，你就坐那儿，坐我对面，别自个儿瞎晃悠了，跟着我们混。坐这边，我们给收拾收拾。对对对，给箱子搬一搬，搬完之后给那浮灰都给擦一擦了。嗯，以后真得好好上课，太实用了。这一次我才知道，啥叫知识就是力量。你没有知识也充满力量。我跟北哥到的时候，那彪子见着我们跟见着亲人似的。哎，这顾老师当时看的都瞠目结舌了。顾老板，你不知道，瑶瑶啊，在我们警队里外号叫疯狗瑶。有一次他出警抓一个强奸犯，由于情绪过于激动，导致一脚踢翻了无辜的报案人，把我们高局都气死了。没事，我们家这个不咬自己家人挺好的。哎，我说我光荣事迹这么多，你就非得说这个是吧？我你给我站着！哎，不是你自己给我说的吗？哎，这叫不咬自己人。这你分事儿，瑶瑶，行了，哎，给我起来，小伙儿，哎呦，哎呀，轻点，没事，这嗨，闹着玩的。李胜彪，本地的啊，打架斗殴进去五次，吸毒抓两次，行。今天怎么回事？没啥可说的。上家谁啊？没上家。没上家这玩意儿你自己做的呀？那今天成了，抓人制毒的。警官，你挺有意思。我连学都没上过，我还能整出这玩意儿？你真瞧不起我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有啥赶紧说，没工夫跟你磨叽。这项链哪来的？链哪来？你问链子去，问我干啥呀？最近去过粤东？买啊！这项链的牌子是香港的，内地很难买，大多都在花州的地下黑市能买到。商家给的。警官，我是挣钱不会花呀。那刚才他不也说了吗？在花州能买着，那就是我自己买的呗。再说那一个破项链子，咋还能跟毒品扯上关系呢？是，我也只是推测。这项链的含金分量非常足，大部分都是黑帮或者毒贩会戴的。确实，买卖项链的不一定是毒贩。不过，我们前一阵正好抓了一个命案嫌疑人，正好是粤东的。我这还有他的指纹。如果我在这条链子上也找到他指纹，那你就完事儿了啊！杀人犯同伙，走吧，检测去，不跟他磨叽。不是，警官，等会儿。命案？不是，我不知道这孙子手里还有命案呢。哪个孙子？阿亮跟彪子约好了，两天之后在东铁大市场进行第二次交易。我已经安排耗子替彪子过去了，到时候能跟咱们接应上。嗯。你说这一条金链子都能有这么多门道，顾老师有点厉害呀、啊。
我都有点舍不得你走了。顾老师不走。真的？哎呀，不是你之前跟人吵吵把火的时候了。高局说了啊，案子一天不破，专案组一天不撤，之后对顾老师那就该关心关心，该照顾照顾，该好好上课就给我好好上课。说你呢，好好听课。行，我来关照关照顾老师，吃点大脸吧。不用，谢谢。这宋文身上吧，藏的是冰毒，阿亮卖的是摇头丸，他能是小白楼案的凶手吗？八成是。怎么的？金链子上的指纹已经提取出来了。你们相信我的判断。又是靠这个大尾巴。我一屋子法宝呢。一共提取出三枚指纹，其中有一枚是阿亮的，和毒品袋上的指纹一致。那就没啥好说的了。那国柱的能力咱之前都见识过。你管人有什么理吧，好使就行呗。哎呀，这样的总算有进展了。哎呦，人这么齐呢？你来干啥来？龙哥，坐坐坐坐。我没事就不能来吗？过来蹭饭。哎，我这还有事呢。嗯，你在芭提雅抓的那个谢启程全撂了，他手底下正好有一个小弟，认识你们满世界找的那个岳东仔，是吗？真的。啊，对上了呗？对上了。这个人呢，大名叫陈亮，江湖人称阿亮，就是个送货的。他所在的贩毒团伙呢，和谢启程是两拨人，有仇，经常因为抢市场打打杀杀的。这个阿亮有个大哥，你们那边的大毒枭，叫豪哥。粤东警方刚把照片给我们传过来。我听过豪哥这个名字，但是没想到他的毒品已经渗透到哈兰来了。大伙认认人，到时候那市场周围200米内都给我布控，大家化妆侦查。小光，你跟这个顾老师，你俩就演买货的，就去溜达。那个国柱，他那儿啊有个小楼，你上那制高点上监视他们，随时跟我们联系。我呢？你呀、啊，你这个这样，你演个情侣。嗯。咱看看谁跟瑶瑶一组。哎，干啥去？不用搭理他。你想跟谁一组？都注意点啊，分散开。知道。当你面了吧。你那怎么样？目标暂时未出现。行，盯住了。明白。
标出现，目标出现，在哪儿呢？东入口。这小子身上应该是有枪。亮哥，彪哥让我来取货，他告诉你了吧？我是耗子。上车。要不你就在这儿吧，要不你再给我送回来多折腾。你货带了吗？那钱在这儿呢。上车。有一片楼挡着，我看不见。南边是和平路，那有个十字路口，看没看见？看不见。你咋的了？我脚崴了。你这看着啊，别跟我走。好，刚哥啊，跟丢了咋整啊？哥，先上车。和平路十字路口向东转。收到，收到。
轨迹通往哪里啊？他或他或他在诉说着什么道理，我却听不清自己的声音。